我也是，就是只是知道要充实自己关于就是自己领域方面的东西，然后完全就不太会想要走出去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台湾有很多人就是愿意走出去，然后为台湾做点什么。未来没有什么未来，来之前会想很浪漫啊，找不到那个族谱或什么，那个时候一季度也不相信。很想要帮他，但又不知道要怎么，就是觉得很无力，就对。越知道自己渺小，应该要看到这个世界。